是这样，谁有可能和我约会的话，将来咱们约会的话，设计一次咱们的约会或者是旅行，两个选一个，谢谢。设计一次约会或者旅行是吧？对。哦，那我会喜欢那个比较刺激一点的，比如说那个攀岩，我们可以去那个珠穆朗玛峰。然后我也喜欢玩蹦极，或者从那上面掉一绳，然后跟您蹦下来，这都可以，只要是死不了就行。这女嘉宾她就生活中特喜欢刺激，你能想得出来的刺激，她都敢去。她家里面养了很多的蜘蛛、老鼠，没有没有，蟑螂，没有，这都是那个曾经的事。但是确实是现在变了，现在他的爱好变成搜集各种各样的塑料袋，然后拿塑料袋把家里面都装修成像丐帮的堂，这种丐帮的殿堂。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，如果我们要是真的那个可以结合，您说那个我们屋子那么设计您同意吗？不同意，对不起。